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克 C， 欢迎收看我们的狂想房线上看房，一点也不难。那自从边境开放后，很多人来新山买房子，特别是 Landed Property， 尤其是牌楼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大家一款呢是牌楼，地点又很好，而且价钱又便宜的，走 ，Let's go。而且开车10分钟呢，也可以去到附近的 Legoland 还有 EduCity。那在20分钟的车程呢，就可以到达 Aeon Bukit Indah 了，很方便，对不对？那在我们介绍这个房子之前呢，先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周区的配套了哈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，是我们销售厅了哈。那旁边呢，这边是一个社区的会所，有泳池、有 gym 这一间啦。那这边呢，是我们整个这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小社区的项目了哈。那有分第一、二、三期都已经卖完了，所以目前最新开放的是属于在这个第四期了。而这个第四期呢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很靠近这个我们的保安围篱，而且你走路出来呢，对面这边就是我们的三威国际学校了哈。那这个是 Under Canadian Syllabus， 在旁边这一边的话呢，是属于我们这些一些里面有一个加格斯的超市，还有一些商店店铺这样子啦哈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呢，在走路前面十分钟呢，这一边呢就有我们的这边麦迪尼最大的三威 Big Box 商场啦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子的社区呢，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所有的外观都是保持统一美观的，所以看起来也比较整齐啦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房子啦，噔噔。那这一间是样板房，而且是属于在第一期的，那第一期基本上已经全部卖完了，目前呢现在最新开放的是第四期，稍微格局有一点类似不同，待会再跟你讲哪一个部分不同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底层的这个部分，它的整个土地面积呢宽有27，长有65了，所以在连排住宅牌楼来说呢，它是算是属于比较大的，比较宽敞的27啊。然后也很特别一点地方是它还有这个平台，看起来就好像你在游泳池这种平台板，然后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少有连排住宅旁边呢，这边有一块的空地小花园，那就是说连排自己的住宅呢都有自己的私人花园哦，而且你可以看到直接上到楼上这样子，所以看起来很有 semi-D 的 feel， 对不对？走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里边的内部设计吧。哇塞，这一款的牌楼设计呢跟一般你所看到的平常是不一样，因为旁边的这边有一个很大幅的玻璃推门呢，走出去就是你刚才看到的私人花园空地。那这一边呢就是摆放你的沙发，看这里大大的电视，而这一部分呢就是你在用餐的部分，可以摆放你的餐桌，六人餐桌加一个美美的吊灯啊，最喜欢最特别的地方呢，这一个就是它有拥有后花园的这个花园设计哦。噔噔，哇塞，这一边呢你也是有自己空地，你可以种一下花花草草，那你还甚至在这边养一下宠物啊做一些鱼池都 OK 啦，而后面呢就是一个行人走道，这样子可以给你散散步啦。那下面这个部分呢，还有三个客人来的话可以在这边解决方便啦，洗脸盆在这边，那这边直通呢就到我们的这一个厨房的部分啦，这边是属于干厨房部分。那你也很少看到呢有连排住宅，因为它的宽敞的宽度的关系，所以你还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island bar 这样子啦，那这边是你的上下壁橱，可以放你的微炉这些这样子啦，那这一边往后走的话就是我们四厨房的部分，你可以在这边煮饭煮菜，就比较没有那么油盐。那这边楼下底楼呢，它还有一间嘎嘎的房间，这如果你有请保姆的话，这个保姆房间厕所后面呢，你可以摆放一些洗衣机在这边洗衣啊，或者是晒衣，后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呢你刚刚我们看的那个花园走道了。对了，忘了说呢，这一款的建筑面积呢是2290平方尺，一共有3+1的房间，3间厕所了哈。那基本上底楼的部分呢发展上设计成给你让你活动的空间，所有睡觉卧室的部分呢都在楼上。走，我们现在带你去看， Let's go。那楼上的部分呢都是采用木质地板了，但不是 laminate flooring 啊，是比较 solid 的那一种了。那刚刚有说到这一款的示范屋呢是属于第一期，但是已经卖完了，目前最新开放的是属于第四期。那第四期呢跟这一个格局呢就有一些不一样，比较大的区别呢是在它的主卧室的部分了，主卧室同样是比较四四方方，但是它的厕所浴室方面，哇塞，是我最喜欢的，有浴缸嘞，而且它的这个解决的时候跟冲凉的地方这部分都是分开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呢，就是它还有这一款的设计，主人房出来这边有自己的阳台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体它用的这个质量方面跟它的整个设计，这是比较适合一些可能比较享受生活的，想要更好的生活素质的啦。这边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社区充满这个绿化，你看到我身后真很有 feel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在空旁可以一起跑步啊，或者是来遛狗啦。
而且这里还设有24小时的保安围篱哦。当当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社区的会所了哈，你可以看到这整个长长的 Infinity 无边际泳池，看着美美的风景哈。旁边呢还有这个健身室哦。那在新山呢，你很难找到有牌楼走路出来哦，就有加格斯超市，有便利店，还有一些餐厅。那旁边呢，这边就有双威的国际学校了哈。再往前点点的话呢，就有马迪尼最大的超市呢，就是那个双威 Big Box 啊，超方便的，对不对？哇哦，你看到吗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位置呢，就是我们第四期开发的联排住宅位置了哈。那马迪尼这一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哈，它是属于我们伊斯干塔特区的特区，外国人呢基本上低于100万的话都没有任何最低的买房限制了哈。所以呢，如果现在你想要安排看房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以下连接哈。那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的话，现在赶快去按赞、点赞、分享啦！谢谢各位，拜拜。